当你走入万方家族办公室大门嘅时候，你会见到啲咩呢？欢迎嚟到万方家族办公室嘅香港 office， 跟住我哋嚟参观下我哋呢个鼓舞人心嘅全新办公室啦。当你喺我哋呢个精心设计嘅接待室坐低等待嘅时候，你会见到两幅名作，青山创作嘅呢幅中国书法作品《传承》，表达咗财富、文化同知识代代相传嘅价值所在。呢个亦都系我哋公司嘅核心价值。第二幅艺术作品系嚟自日本艺术家佐藤贤太郎嘅作品，佢系以古老技术为基础嘅呢幅《Into the Calm》，踏入香港嘅会议室。为追上日新月异的需求，这间房间具备最新的科技，并同时富含历史背景。在雅加达办公室入面连接你的设备，再配上投影器和内置咪，你就可以享受沉浸式的会议体验。这间会议室配备了最新的设备，是你进行视像会议的最佳之选。我们的新加坡会议室风格介于怀旧与现代之间，非常适合用于团体会议。上海的会议室风格悠闲舒适，入边沉浸在气氛轻松的会议当中，同你的客人一起体验传统的茶道。 Pavilion Room 里面的展览空间是一个专门用来展示我们精心挑选的艺术品的地方，和谐的艺术作品。我们希望大家在万方工作时会感受到这种和谐的感觉。我们的主办公空间，它是我们工作的最重要地方。在这个开放式办公空间里面，我们的团队一起工作，共同应对挑战，互相启发。这个茶水间是给大家随时来聊天、冲咖啡或打乒乓球或者桌球的好地方。这里是我们的万方生态圈，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，建立专属你的私人空间，你就可以享受万方提供给你的所有设备。凭藉我们最先进的技术，你可以利用这个 App 来 book 会议室，还可以用来开房门。感谢你参与这场虚拟之旅，我们期待你加入万方家族办公室香港 Office 的大家庭。